一个有，所来恁两个做甚物工课，进度到倒位，拢爱甲我妈报告。妈，安尼会用的吧？好，非常好。假使我妈若甲我讲，恁是白白要来领薪水的，那恁恁就会当去人事部写离职书啊，请我的秘书替你登印啊。董事长，公司有公司的规矩，公司有公司的制度。今日针对志文，还佫有嘉文，而且佫爱因甲恁妈报告，安尼就违反制度，甚至是违反劳动相关法规。你上好莫故意刁难别人，啊，若无，你是违约你个。林执行长，董事长伊安尼要求。而且希望提醒咱所有员工做代志要积极，这是伊的好意。是啊，执行长，我是好意，要提出新的改进的部分。既然去让你讲到刁难，那这话传出去，我这个董事长是可能讲到真歹听。你搁惊别人讲？妈，刘慧英，刘慧英，我是想，个表示大家头壳真清楚。今日会议到这为止，各位主管，各位事业体的负责人，跟阮林家无关系的人，请恁先离开。副尊长。我是董事长，唔免听伊的。好啊，刷落来要讲厝内面的代志，你若唔惊别人听，我嘛无要紧啊。规日见笑的人也唔是我。好啦好啦，你先出去。你来等啊！向南，回来教是你啊！你做这款袂见效的代志，我敢唔免回来处理？阿妈真包容你，你做唔对代志，伊一直给你机会，希望你回头。你煞联合外人来甲阿妈挂落来，甲你坐去董事长的位，你真够你！恁后生就敢甲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给我，我是安怎唔敢坐去你董事长的位置？我若无坐去哩，你进前反背阮爸，我受尽委屈，这条小要找谁算啊？你袂晓算，你就找一个客下来替你算。好啊，我足想要去问恁爸爸，伊敢会认为你这个查某囝真友好？你要用我爸来压我？你讲我土客兄，你敢有证据？若无你就点点，莫诬赖我。我甲洪姐只是朋友，是志文还佮吴嘉文先对不起我，我才会联合洪姐，甲公司的经营权摕落来。你若爱我从董事长的位置扭出来，你就先转去驾驶你的志文，还佮有迄个狐狸精，再来佮我参详。好一个客兄，巴肚也袂大，大心大，你敢你跟我讲话哦？你卖掠做讲你还阁是我的大家，我无你这种大家。林家你无资格驾驶我，因为拢愈得你败坏门风，你有？你讲啥？我讲你偷人阿婿做狐狸精，破坏人的家庭，受害者伫遮，你敢无看？我是公司的董事长，你林家要败啊！你这只老狐狸精嘛，无好日子通过。我不是猎物流氓。你不爱我没伊，你
紧叫伊出去啊！细伊阿囝。既然敢拍我，你敢听清楚？跟哪讲？我嘛是树林办道车人客，恁大官用乌头车带我入门，我要入门阿妈有顶头。这几十年来，我陪青龙应酬做生意，赚的钱无百亿，嘛有几十亿，我对得起人家。啊你嘞？你替人家赚偌济钱？自入门到今嘛，连家庄都无补一只，你搁家己只敢应出应进？妈，别拍啦！你搞啥物事啊？你不要搞无，我搞一摆给你看啦。你搞听清楚，之前你伫厝内面笑的时阵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这不是我的命？我是不是一直提醒你，莫心不动作跟你是打架？我是不是跟你讲，莫心不稳？阿哥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莫有这个未来？兄弟有安息，你们来叫我。心脉在乱啦。我来到目睭金边，快跑走囝！你落，你安怎无？你想跑走囝？你这个做老母的，无法度教查某囝，当然我这个大家替你教。啊，若无你这么有教，是恁查某囝有大家看。你若教了好，我就甲你拍破啊！谁人什么代志拢讲恁落啊？恁姊妹闹在调吼，感情吼闹到坚定。我恁有够需要吃这么多苦，让你变甲让伊做饭。伊今仔日若是靠家己的本事爬去董事长的位，我鼻仔毛毛的就准拄煞。啊，不过伊是甲别人偷来暗去，痛杀痛苦，甲别人听伊。伊甲董事长的位放伫冰床顶，哼，亲嘛，也是你认为偷客遐无唔对，知影点点就好啦。你若敢甲我应？我就去问亲家啊，看伊三度来到底是唱几支舞啊？姚明珠，我爸妈无做唔对代志，你唔免对因遮卡透下。哼，你若知影友好是大人，你就袂做即款袂见效的代志啦。面皮若无够厚，就免找客兄霸占董事长的位啦。哎，少年的。我拄则讲，甲阮林家无关系的人先出去，你唔肯做，无啊，是做客遐有了白心。因为恁讲的代志可能是甲我有关系，所以我认为我需要伫个遮陪董事长做伙来面对。哼，真牛，知影大腿毛的，阁唔通放。我看你顶世人应该是太贱了，啊，不过你实在讲讲有问题呢。这款的你嘛好，刘玲，你安尼讲当处长，就等于是在讲恁囝，那你敢好？我是伫开破给你听啦。阮志文不是无敢讲，伊是心肝好，伊是给我教到修身的。啊，若无，参就这款不守妇道的人，哪有可能甲伊骗？是讲。我看你一表人才，人缘也真好，哪会这么想不开，要跟这款有翁的斗阵？也是你有其他的目的？我哪有啥目的？我只是认为讲，董事长需要换人，公司才会更加好。阮公司的好歹跟你无关系啦，你赶出去！自即摆开始，不准你踏入来世界集团的大门。我恐惊无多答应你。因为我马上就要就任世界集团的总经理，而且是董事长任命的，对不？董事长。是啊。江姐，临时董事会时阵，你家己讲过话，你可能袂记哦。总经理这位置是由董事长提出的，也毋过经过这董事会的同意，
这表示讲你不属于阮这个公司，你更加不应该在这个会议出现，你更加不资格在这个大楼内面，请离开。洪姐是一个人才，伊会当在咱的大楼出出入入，是我稳准的。洪姐，你唔免听伊讲啥。我袂听。而且咱因两兄弟啊，就是嫉妒我，只讲我的能力比因搁较好，我已经惯性。恁两个人伫众人的面头前一句来一句去，佮讲恁两个人无安怎，鬼才相信啦！恁是闹煞袂？啊袂！敢做佮交人讲，恁毋是公司的人，请你出去。你若唔出去，我会请警卫甲你请出去。好啊，你上好莫为难警卫啦。啊若无吼，因来无法度请我出去，你这个董事长是真无面子啦。恁翁已经毋是董事长了，你无这个才调。错档诶！集团网站顶头有董事甲监察人的名册，你拢无伫注意哦。你做董事长真无用啦，我已经印出来，你家己看。你是监察人，无唔对啦。青龙今阮一摆去荷兰，厝内边去风波，所以要走进前，就先甲监察人的职务安排好势。我这摆回来，就是监察恁这对高兰路，莫做危害公司的代志。我才看你这个监察人，我都做偌久，唔那是你，包括伊两个兄弟啊，我嘛无可能会来插手公司的事业，包括世界集团的、世界建设，还佮有世界饭店，拢共款。想要讲话之前，最好甲代志查好清楚，较袂去互笑。在世界集团内面，不管是世界建设、世界饭店内面，拢我饲固定的。你想要完全掌握，恐惊真困难。哥，真是嘞，无唔对。爸早就暗算讲会有今仔这种状况啊，所以做好安排。免看，江宏杰无可能知这个代志啊。即马。还阁感觉伊是人才啊！你放心，我是有法度叫你把所有的股份拢投出来。欢迎，欢迎你出招。等。姚明珠，真失望哦！你把你的后生培养到这么大汉，为伊拍算东拍算西，结果你的后生煞靠我大房的囡仔。将事业拢过予林志明，拢无甲你拍招呼。变阿西龙啊！我甲志文，阮两个兄弟啊，我的就是伊的，阮两个是同心的啦。西龙无好。你安尼听会入无？当然嘛听袂入去。啊，不过甲你这个水性杨花的查某人比起来，志明也是甲阮较亲吗？我甲你讲啊。公司所有代志的责任，恁家的人拢有份。我才看恁这对高兰路，要去倒只布肉吃啦。好啊啦，无通个耀武扬威，用个煞啦。我才看我甲你是谁先出局。江红姐，你实实在在讲恁两个人无偷来暗去。你最好不要给我提了证据。我不让你有这个机会啊！哇，洪姐，你不是说你的办公室要改风水，你先去看看，不要在这里跟他浪费时间。妈，你也出去。你两个也先出去。妈，你放心啦，伊要报我，还阁报袂定当的。娘，
听清楚，我永远伫这间厝啊，费心三十年，迄个表示我唔是食菜的啦。虽然我常常无讲道理，啊，不过这个家的伦理，我是有遵守啊。你敢欺负阿妈，对不起志文，我的股份，下阮人家的面子，我阁袂让你好食困。过去我会用甲你食到到，以后嘛是同款啦，有听到无？过去，我会当让你欺负糟蹋，迄是因为我心肝内有志文，啊，不过即摆无同款啦，我袂甲你当作是我的大家啊。你若要想着做你来，我要让你清楚，时代无同啊！你身躯边嘛无红尘，互你扛，你着等资源回收来甲你收。爸，你现在要带一只鬼来，你又要怀疑我，给我吃，还别人怀疑我有神经病，你是想要害我的？这是妍希的假药，我希望你会当去说服嘉文，把这药啊。偷偷放在妍希的食物件内底，叫妍希以后食落啊，伊的病情才通受控制。我甲嘉文哦，一直拢是光明正大的。我顶多些烦恼哦，因为伊的个性啊，伊绝对无可能这么简单哦，能放假无错。林志文，你敢唔承认你甲吴嘉文偷来暗去？今仔日哦，我著看恁两个人免了假情歌。你是记者的女朋友呀？你是在讲啥？我唔知。你搞反派，搞反派！原来翁经理还产生严重幻觉，落后周医师诊断为多重药物诱发的急性瘫痪。你食到这副作用真强的药啊！你真正有够灵活，竟然安尼对待家己的牵手。我来啊！是想要搞我买物件？出来！我进来，我在边关。你听到了，快救救我！安娜，安娜，张巡长，过来！奖品我放在这里。爸！这摆找我女儿找无？你在底下？啥时派查某？你哪会当安尼后袂讲话？正好，你敢袂讲清楚啊？怕是你这个火灵精，你这个火灵精！你怎么？你卖虚伪笑话啊！这鬼啊，是你呀！这家伙害我有幻觉，原来拢是吴嘉文那边会变怪。好，先去，咱就看嘛，先卡里。